欢迎回家。小江，干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年纪轻轻怎么想起干保安了？20多岁毕了业去打工，老了干不动了当保安太麻烦了，我毕了业就当保安，直接少走40年弯路。不错，去巡逻去吧。好，不许走。陈安哥哥，你为什么不回我的消息啊？还拉黑我，还有瓜吃。相亲那天我就说过了，不合适，请你不要再纠缠。可是只要你还是单身，我就还有机会的嘛。你没机会了，他才是我女朋友。可能他可是保安啊，他为了离我近一点才来当保安。帮我一些，给你2万。对，没错，有我在这里为我们的爱情站岗，看谁敢打我男朋友的主意。啊，你给我等着。谢谢业主。谢的不错，以后晚上来我家住，你房子再来找我，白天你当你的保安，晚上陪我一起，事成之后给你收。成交。我家钥匙13号别墅。这下房租也省了，这保安当的他越当越有钱。这老大呢？你家？我家里什么都有，你不用带这么多东西。我带的东西你家肯定没有。别急别急，还有。这就没必要了。这才像有女人的地方，这才像是同居情侣住的地方。今天住你家，你家冰箱搁哪儿呢？给你露一手。你还会做饭？四川小厨娘。哇塞，我第一次见到颜值这么高的冰箱，太高级了。这门好打开吗？这是松下大白 Pro 全嵌入式冰箱，搭配松下最新的欧意铰链，嵌入也能广角120度开关。这黄瓜好几天了，不新鲜了，热呢。松下冰箱能实现全食材健康保鲜，只要开启超声波加湿模式，就可对果蔬储存，提升水分含量，保证新鲜。哇，真的很新鲜啊！你旁边坐着，等着我给你。啊，哎，小心！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喝杯水休息一下，我来做饭。我去，完美男人啊。那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干呀。这样吧，我来开一个演唱会给你助助兴。你又干嘛？陈汉哥哥，你说有女友一定是骗我的吧？嗨，他今天住你家？对呀。对呀。我不信。臭保安好恶心！现在信了吧？我就是他的女朋友，亲爱的，我的手受伤了，可以帮我去卧室吗？你是手受伤，又不是脚瘸了。哎，有男朋友的人就是可以这么的无理取闹。既然你们这么恩爱的话，那今天晚上的慈善晚宴，陈汉哥哥一定会带他去的吧？没问题啊，我们一定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有非常重要的，慢走。不把你们整黄，我就不叫娇娇。程总夫人好漂亮啊！程总可从来没有公开过女朋友呢。这都是演的，她可不是什么程总夫人，她就是一个破保安。什么？守护陈汉的女朋友竟然是个保安？这可是大新闻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？赶紧澄清你和她的关系吧，不然她这张保安照上了头条，拉低的可是你的档次。我还是走吧。我觉得这张照片上不了头条，因为接下来这才是头条。